那个说，我如果是像我这种，他要是以后找个老婆烧菜不好吃的话，就要打他，打到他烧的好吃为止。害得我都不敢嫁人了，都有了婚姻恐惧症。太可爱了，谢谢。转转转，谁说的？你说的。这个桃子是好大的奶子，一听就没有读过书，一听就没有读过书，没有文化。
今天这首韩文歌，我最近喜欢单曲循环听这首歌，跟你们分享一下。欢迎一个人，欢迎小米哥。玩多久了呀？关注我了。